大家好，又是我溪蓉三支蛋，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庚辛金體質108這個就我都不知道這個名字，體質108是星星這樣的，這樣體質108這個 PMB 就不符合的，然後你可以看看它裡面這個跟住咧，後面呢度跟住經九龍城新蒲崗108啦，啲燈都做得幾次，又睇108，我睇得人企業。都係經九龍城新蒲崗108，之後仲換咗好多。好啦，不如插個分過來睇下，咁嘅啦，嗱，咁啦，係啦，我要裝翻前蓋，好特別，係啦，我哋呢個車都68蚊，係啦，我哋今集嘅時間係好啦，我哋差唔多啦，我哋今集係咁多，好，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